一个鞋子等于一条命。哎，我被复活了，我操，舒服。我操、okay ，干什么？可以。太阳，它有什么用？受鞋，我有鞋，一起走吧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胆子大了。我跟你说，他妈就死你看，我死个屁。你们所有不敢走的路，老子都敢走。真的，你们所有不敢走的路，我都敢走。鳄鱼房，哦，走啊！谁有鞋子？谁有鞋？我有，还有两双鞋呢。有，这，这。走啊！分散呢？我走左边，你们先走前面。我来。谁推我？刚才不是他风扇吹的，估计去他路了。这边不要来了，这边。左边。还有一个方向，哇！我还五滴血，我还五滴血，你真菜我！我们刚才不是说谁走左边吗？我就发现就我一个人在跳啊！完了，我挂了，我被吹不是吧？你们俩都死了，我一炮把我打死了。打谁呀、啊？打我。活的这个是谁呀、啊？我是我。用你。快跑！我哥没鞋子。只能看肚子了。加油啊。我有点紧张，你搞得有点紧张。哇，都是这样的房间。这个房间对我来说没难度。我操！好过，那线不动，线不动，把中间动动一动。中间砸了一块，你启动了，动了，启动了。这边是死路还是死路？这边过不去。这我看到了。就看你的了。可以啊，过不了，完了，你走那个门，他妈的，刚才还有一个门没开，你的左边，旁边那个，看到鞋子了，不赶紧，等一下吧，一个鞋子等于一条命、啊。
哎，可以可以。我发现你一个人的时候特别稳，能做你就浪。这肯定不行。哎，我操！有笨蛋，打药啊！旁边，旁边有绷带。刚才那个房间有笨蛋。操，这个有点，这个有那个闪光弹啊！我只拍一次。哎，没事儿，这个叫蛇，这个好躲，还有绷带，这个很慢。我发现你也太稳了吧？我太稳了，肯定稳，我一个人了。写着写着，那边有双鞋，还有鞋子，你旁边有个鞋，右边。这喷水的，我把我的鞋捡回来吧。我的水他妈的，你还是打个药吧。打血呀、啊！我为了捡双鞋又掉点血。旁边还有药，你别动。左边，你左边还有药，有个箱子。前面还有双，对面还有双鞋。闪光灯。走房。不设防的，是 OK 安全。前面有绷带，冷冻器。快把鞋子弄出来！这边鞋子我拿不到。这边鞋子毒气房丢了一个，这边丢了一个。等这个箱子走了之后我再开，不然推我一下，我们撞一下我就死了。
加爪子加一条龙，得这关。这里面有三个。我操！没血了。可以。我操！我日啊，就差一下，凉了。